有民众在网络上 po 出了一位警察扶妇人过马路的照片，网友纷纷夸奖警察是个暖男。但这名民警呢，他事后谦虚地表示，这没什么，只是身为警察该尽的职责与义务。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名老妇人站在十字路口边，正要过马路。不过这时红灯正好转为绿灯，车辆从身边行驶而过，眼尖的远景发现一个箭步向前去搀扶。因为我看到他是就是那个拐杖，然后戴墨镜，然后第一时间觉得他是应该是盲人，因为他那个拐杖就这样走过来。然后就搀扶着他这样过马路。事情发生在彰化市中华路和中正路的十字路口交叉处，不过当时正逢上班时间，车流量很大。远景看到妇人拿着拐杖戴着墨镜，可能需要帮忙，担心他过马路时会有危险，立刻上前协助。而这样贴心的举动也被网友拍了下来 po 到网路上，并获得超过10000名网友按赞。在询问他说他想要去哪边，然后他跟我讲说到火车站在那个彰客那边搭客运，然后说这样很远的一段距离，然后我想说我就在他那边等一下，然后我就开巡逻车，然后就先过来载他。派出所所长黄川义表示，陈冠立回到派出所后没有向任何同事提起，直到网友拍下 po 文分享爆红后，警方才得知他的善行，也获得所内同事的肯定。联合报郭宣文彰化报道。